人和主题海报。稿件来源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，5月13日19点35分2018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十轮，北京人和江苏客场对阵河南建业。本场比赛奥古斯托刘建业累计四张黄牌停赛，路易斯是否会在攻击线上派出三万元奇葩呢？最近四轮联赛保持不败，人和将士士气正盛，希望本场做客航海体育中心疾风而逝，顺利带回三分。2018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十轮，河南建业 VS 北京人和，2018年5月13日19点35分航海体育中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